你可千万别说咱俩是大学同学啊，你就说我是个目击证人，咱俩不认识。为什么不能说呀？你要说咱俩认识，我这证词人家相信吗？可咱俩明明是同学，你这样不成撒谎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奶奶呀、啊！离开大学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还那么天真呢？那你能不能不那么现实啊？别把人都想那么坏。那他要是好，他能讹你吗？那好吧，那咱俩就不认识了。那你告诉我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是谁撞老太太啊？没看见。啊？你没看见你就敢给我作证啊？对啊，凭着我对你的信任呢、啊。你想，如果真是你撞的，你说话敢那么理直气壮？谢谢你信任我。哎，对了，你答应过我啊，这个事儿如果我替你办成了，你要请我吃饭哦。吃什么随你便。走。就是他们两个。哎，哥们儿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！那个，是这样，证人我已经找到了，我不认识他啊，他亲眼看见了我是怎么把你妈妈撞的。我说错了，我一紧张就说错了。他亲眼看到你妈妈被别人撞倒了，是我把你妈妈扶起来送走的，是吧？哥们儿，什么情况？大夫说了，说我们家老太太可能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等着赔吧，赔了你倾家荡产，我告诉你，赔死你！你就等着吧，你等着倾家荡产吧，你！二位，先别激动啊，心情非常理解。我也是有妈的人，我妈要是遇到这种事儿，我也会这样。但可是，人不是他撞的。我今天就是来作证的，别再瞎胡说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要是撒一句谎，我出这个门，我被车撞死，你们信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出事那天，我当时就在旁边。本来我想上去扶的，后来我一想，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像你们这种人太多，实践证明我没上去扶是对的。二位，人家好心把你妈扶起来。按说你们应该感谢人家，好家伙，工资卡给扣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谁还敢做好事儿？谁还敢学雷锋啊？还口口声声的说让人家赔，赔得倾家荡产，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良心让狗给吃了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先别激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就在前段时间，我出差去广州，在大街上看见一个歹徒劫了一个小姑娘，好家伙，大街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管。后来我上去，这小子噌拔出刀来了。我一看，二话没讲，我上去咣咣就是两脚啊，我把他肋骨给踹断了。后来我们俩人一块进了派出所，警察以为我们俩是打架斗殴。后来我费了半天劲，说了半天，哦，才把这个事说清楚。我还搭上了500元，为什么？当时搏斗那会儿，我手还受伤了，医药费还得我自个儿掏。到最后那姑娘拿包走人了，连句谢谢都没说，我心狠啊。打那以后我就总结出来。遇到这种事儿，能闪则闪，能躲则躲。我有病啊！我站在这儿，这叫啥呀？啊，好人没好报。人家姑娘是好心啊，就是你妈呀！你让人家赔了个倾家荡产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你让人家做好事的人心寒，知道不知道？